面请您欣赏相声抠乐表演者吴启轩、宋伟杰，掌声有请。常来的老观众都知道认识说老五啊在这儿就是传统相声多，没错，哎，我是主要的任务之一嘛，继承传统，是因为这个新相声有年轻演员啊，因为刚才这一对都是年轻演员，他们来，对，哎，老传统相声和不能都不说了，是是，再加上我师承天津啊，路子老偏传统，哎，这个意识什么跟人家不一样，比不了人，像他岁数小，是是，他岁数小，嗯，咱俩人这就算差一个年代了，那确实是90后嘛，啊，就这样，你看刚才那二位也是，啊，使的这个叫买卖论，对了，我也使这个。对，我也说买卖论，是我说买卖论，我说的就是老十年间的玩意儿，哎，什么买布啊，啊，买鞋呀，没错，买棺材的都有，我就使这个啊。你看人家这个中关村都不一样，中关村你也去过，是是，我也去中关村啊。现在中关村好点，原来那块乱，怎么了？乱啊！哎，在你不知道他干嘛的，往那一待，你从他身边一过，他贴你耳朵蹭俩字儿，什么？发票。哎。发票的，有时候还真不知道这是，我到今儿我也不懂啊，是吗？在这个店门口啊，他乐着干啊，哎，各种软件、各种游戏来今天看一看，绝对是盗版的啊！那就别说了，有时候还跟我卡通的，还给我两句，什么那会儿太多，哎呀。还有一路人在那儿也经常出没，什么人？小偷，啊，那是贼多。哎呀，我在这丢过东西，是吗？手机啊，手机，我那手机那会儿还挺棒，16合弦的。哎呦，那得有年头了啊，在那儿丢了吗？是吗？16合弦手机我攒好几月钱买的呢。哎，也不容易，这小偷这玩意儿可恨，是可恨。我，所以我为什么研究偷啊？啊，您看来是常备偷吗？咱为了防盗防贼，哎，那过去我这一研究啊，感情这个当贼的啊，干小偷的啊，不是是人就能干啊，这还得有那个天赋。哎呀，你看老十年前啊，这也是江湖上他们一门啊，哦，江湖一门呢，是是是。江湖人嘛，咱们过去也算江湖人的，没错，也是跑码头啊，这个什么叫得这个在江湖上还得有的时候还拜门啊，是是是，咱这有吧，他们也有啊，都有，有很严密的组织，是吗？打小他们就练感情这行，从小就学这个，你以为的人贩子啊，偷来孩子都卖哪儿去了？都卖这儿。哦，过去那个年头穷人多，是他不像现在，现在你看那孩子人就买了，买了就自己养，因为什么？他有时候夫妻俩不生养，是是是，他买个孩子他为自己养，过去那会儿穷人多啊，穷家破院，一间屋子半拉炕，自己还吃不饱呢，他养孩子，对呀，他养这孩子干嘛啊？不是劳动力就是摇钱树。哦，我这小孩打小就练啊，他这俩手指头，像我这就完了，我这没吃不了这碗饭。不是您这怎么意思？我这不行，人得一边骑啊，这俩手指头一边骑。哎，打小你甭管他是戳还是撅，一边骑，嚯，得经过严格的基本功训练。不是您这玩意儿还有基本功训练啊？不是，是吗？弄个臀盆啊，烧开水，哦，滚开的开水，哎。布点小那肥皂头啊，过去那胰子，对对，胰子头啊，往里一扔，哦，跟着水翻啊滚呢，在里，对呀，就得一下夹出来，练那开水，是，那肥皂那玩意多滑呀，是，在里边滚，一夹就夹了，哦，但是现在这都不行了，现在这都不讲这手艺了，现在都是玩拿镊子。有工具的了，让他们老前辈看见给大腿抽，还真是，人家过去就这个啊，这样练基本功，哎，多的10次都能夹得准，这算是毕业了啊，这就行了，上街偷啊，哎，偷人会看了，这怎么看呀？基本上一看，你跟他，你看有的时候这人多挤，来回来去一挤，头一番一挤完，知道了他钱在哪儿装着，挤完了就知道，哎，哎。下手偷啊，有时候三五个的啊，三五个头一个，完解扣，
啊，有一个一错身，啪扣解开了啊。嚯、哦！第二个管踩鞋，一脚给他鞋蹬掉了。哦，哎，怎么着？你这跟他这还理论的吧？啊，这边第三个人，哎，拿走了，还好好啊。哎呀，配合相当默契。哎呀，两个人在一起摸爬滚打，不至于咱们这，是吗？这都得。哎呀，这行厉害呀！啊，厉害。嗯。你看，过去我知道，我这听老人们说啊，在天津南市啊，有个许六爷，这是什么人？大混混儿啊，老混混儿啊。这许六爷，嗯，我那个年头，那在天津，甭管是军阀啊，甭管是当地恶霸啊，日本人在的时候都得给许六爷面子，啊，都得看他。那可不是，那会儿日本兵打着过，一看许六爷，他挺有敬意。嚯、哦，就这、是、就这么大事、啊。许六爷，有的那大恶霸啊，见着许六爷不敢说话。是的，许六爷面太大了。哦，当年溥仪啊，溥仪带着文秀啊，在天津戴着鸭舌帽，穿着立领死马的衬衫，呵，爱打高尔夫，爱打高尔夫球啊，上谁那儿打高尔夫去？谁呀？就是许六爷带着他打高尔夫去。哦。他最相好徐老六袁文慧啊，就这许六爷怎么样？每天出去玩去啊，转转吧，听京戏啊，看电影，是是是，看那会儿还这天津人管这部电影叫哑巴电影了，这怎么意思？哑巴电影默片啊，没有声音。哎，刚有卓别林那种默片哑巴电影啊，看电影，怀表丢，让人偷走了。哎呦，六爷一瞧，有人敢偷我。真是，这是谁呢？得琢磨琢磨呢。偷我怀表啊？这怀表值钱了啊？欧米茄的。哎，这还有口音呢、啊？欧米茄的啊？这好，这谁？我找你们老爷子。这怎么意思？老爷子，嗯，这一行的总瓢把子啊，他们的头。哎，说句时髦的话，叫话事人呢。哦，哎。总瓢吧、啊、叫老爷子，是找老爷子啊，找着老爷子了。那会儿有个规矩，什么规矩？什么东西偷过来之后，三天之内不要动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不许出手啊，就怕有人找来。哦、啊，你偷，你万一你把人局所所长的偷了怎么办？还真是不能惹呀、啊，就是不许动啊。正在这节骨眼，有人找来了，是许六爷、欧米甲，还是在你们这儿吗？老爷一瞧，我还真是哦，怎么办？赶紧给许六爷赔罪。是，许六爷说了，你是他们老爷子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哥们儿手艺可行了啊！嘿，我是不止不缴啊！哦，让他亲自把怀表给我还回来，我得见见这个人。哦，非要见见他？怎么办？啊，等着吧。是，你就得见了啊。三天之后啊，这位老爷子请许六爷吃饭啊，许六爷去，怎么去？包院里有胶皮呀、啊？啊，这什么意思？胶皮，天津叫胶皮，北京叫洋车啊，就那个车，哎，上海人叫黄包车嘛。是是是，哎，坐着胶皮往饭店里去啊，走着呢，就看对面也来一胶皮，啊又二车一错、啊，对面有个人弹嗽一声，好、啊，呸。一口痰怎么那么准？怎么了？整脆六爷这皮鞋上。哎呦，听见？敢不停吗？是啊。嘛意思？嘛意思？好嘛，你这是嘴吗？我看比手还准了。哎呦，怎么办？啊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道歉了、啊、我真实在不好意思。我给您擦擦，我给您擦啊！擦鞋，掏出手绢擦鞋。哦，那六爷还怎么着？是老混混要面啊！对，不能因为这个欺负人吧？那不值当。得得得，你走吧。啊，到了地方了啊！老爷子还问呢。嗯，六爷，您来这么晚呢？嗨，别提了，倒霉了。来的时候碰着一个人，怎么来怎么去，这么一说啊。您看见给您擦鞋那人了吗？我看见了。您不是要见他吗？在，那就是偷您表的人，就是他呀。那表呢？啊，给我来啊。对呀、啊，已经给您揣兜里了。不信您摸摸，一瞧，可不放回来了。
瞧人家手艺，喝了个这一枪啊！这个兄弟以后跟着我混，嚯，好家伙，把我偷没了啊！偷没了呀！这就是手艺，这是本事，还真是。过去这都有奖啊！有常言道，做贼弯窟窿，全凭不滋生。哎，这行这行，不能言语啊！你是贼，你是小偷，对啊、这是个职业操守啊。知道吗？不能说话，不能出声。是过去弯窟窿啊，这什么意思？他们行话叫炫子门啊，打墙外边甭管掏地道，从天上开窟窿下来偷啊，万一让人逮住，十个人也好，八个人也好，甭管是拿通条、拿镐把子，哪怕拿着镰刀、菜刀剁，你可不能出声，就得挨这顿打。为什么呀？只要一出声啊，哎呦，这一叫完了。怎么了？明火，你这就算抢了，性质不一样、啊。哎，说句儿心话，量刑也要重了。哦，你不是贼了，你来抢来了。哦，你出生哪行啊？啊，这是规矩。哎，这是规矩。哦，他们还有什么规矩？叫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。这怎么讲呢？偷风不偷月啊，刮风天偷，刮风天正偷。是吗？哎，外边呜呜呜，这风吹着啊，院子里头有时候那窗户不严实，啪嗒啪嗒来回响，有声音。哎，有个盆啊，有个罐啊，吹倒了，当啷当啷响，这没事儿啊。你借着这个进来，就算你出点声啊，那主家听着以为是风刮的啊，走过去了。哎，哎，这偷风别偷月亮，这怎么意思？大晴天大月亮地啊，你翻墙进去啊，你刚趴在墙头。怎么样？影子都映到窗户上了。哎，看出来了。本家一瞧啊，嚯，是贼吗？你别摔着啊！哎呀，我还心疼这贼呢。偷风不偷月啊，这么讲？偷雨不偷雪，这什么意思？下雨天也偷啊？啊，淅淅沥沥，哗哗啦啦，它有声啊！啊，对对对。第一，遮人耳目啊；二一个，偷完之后脏了吧唧的，你走是没事儿、啊，找不着你。啊，下雪天可坏。下雪怎么了？不管你得手没得手，你走吧。第二天清早一推门，顺着脚印就找着你了。哎，对，火了啊！哎，对，这是当初的规矩啊，都是讲究。像这个啊，还不算有本事。这还不算有本事的。我知道最有本事的啊，当着你面把你身上东西拿走。啊，这就有本事。哎呀，这些人不光是这个有技术有手艺啊，心理学家。哦，还研究心理学？你瞧，过去的偷豹子，是吗？我这也听老人说的。偷豹子，过去在北京可不是赶着庙会啊，对，露天的演出啊，是看露天电影啊，都那样吗？大伙围着看啊，前面站着一位啊，站在那看着呢，后边这贼贼着呢，盯上，看着他这帽子，哦，圣西服的。水塔皮帽子，哎呦，那时候可值钱了。嘿，这贼就看见了啊！这小偷非常从容，怎么呢？先把自己鞋带解下来，解鞋带，解下来之后啊，他顺自己脑袋瓜顶啊，往下勒，勒到这儿，系个活口。不是这什么意思啊？听着呀，这就有用啊！非常从容。一伸手把这位帽子一摘，砰就扣脑袋上了。啊，咱们这位，哎，哎，吓一跳，这一眼看见这贼了。啊，刚要说话，啊，这贼先说话，说什么了？你瞧丢了吧？这话说的，你不知道啊？人家这三五个人呢，倒起手就早跑了。嚯，我就吃过这亏。是啊，你还要给我系个带儿？哎，干那个事儿呀！看你面儿啊，这边帽子本事啊，鞋怎么样？鞋在脚上穿着啊，系着鞋带啊，他也能给你弄走。不是，这怎么还能弄走的呀？过去买鞋有这么两种人，那两种，一种人啊，他买双鞋啊，放在盒里头拎着回家，把这鞋搁起来，有个什么场合了。或者到了应季的时候再拿出来穿，没错。还有这么一路烧包，这怎么意思？当时是踩着新鞋走，把这双旧的放到盒里拎回家，好穿这新鞋劲儿。哎，穿着好看。嗯，
有这么句话吗？乍穿新鞋高抬脚吗？都听说过。这走道啊，哪儿要是脏了，这时候袄袖子都能豁出去。嚯，美啊！走吧啊，哪儿有个玻璃门啊？路过的时候还看一眼。高兴，瞧着乐呵。你越这样越招贼，还让人盯上了。贼一瞧啊，甭问新鞋啊，是啊，看看，有时候踩个水坑啊，过去，那贼跟那脚印还比呢啊，哎，大小也不错，哎，这比这，得着啊，走到胡同了啊，这小偷从背后也是一抓帽子，噌，扔房上去。扔了，前面这边一回头，嘿，他这一黑，这也黑，嗨，背后瞅一样，你说，嗨，我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以为我们兄弟呢，您说我跟着这闹着玩呢，您说我这怎么办呢？您这我实在是对不住，这要远说近的吧，有这么逗的吗？是啊，你倒看清楚了啊，怎么办吧？你看，问问，这。我给您够行吗？摘下啊！对了，你不够也得行了，赶紧的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哎，得，那大哥，您受累，您蹲着，我踩您肩膀上，出出威。有这道理吗？也是，像话吗？嗯。啊，你把我帽子扔了，你踩我肩膀。对呀、啊。那要不怎么办呢？您看，我总归我得踩肩膀啊。是。咱够不着啊。啊。因为那在黄坡上呢。对呀、啊。这没辙，咱也找不来竹竿，您这怎么？我这脑袋，你对我踩你肩膀，哎呀，踩他肩膀，行，我受这累了，快点。哦，哎，大哥，实在对不住，来，您踩我肩膀，还挺客气。他蹲着了，嗯，这位大皮鞋咵一踩，先脚，哎呦，不是这怎么了？大哥，这落枕还没好呢。再说您这大皮鞋好，好家伙，这不说这脏不脏，我就算不怕脏，他也硌得慌。咱商量，您无论如何，您把这鞋脱了行吗？哦，你说我，我还得脱鞋，生气，您我都不嫌臭了，您就别嫌麻烦。这行了吗？这行了吗？啊，这双鞋脱那儿了，是，这行了吗？嗯，哎，这行，来，您上，踩他妈顶，这位这够，嗯，再来一脚，你站起来。没有，你看就差一点了。这位，哎呦，我这不行了，我您等会儿，您扒住，千万扒住了，我就喘一下，您扒住没有？我扒着呢。哎呦，好家伙，缓缓，您扒着了吧？我这扒着呢，你快点。得嘞，回去，赶紧拿走了呀，先拿走了。啊，说这位怎么办？啊。你光着脚，你也追不上他。是啊，走吧。这贼得双新鞋穿，没准转天过来拿个竹竿，还又落个帽子。哎，得，这就这样的啊、哦、啊！还有那缺德的，三五个一块儿团伙欺负人。是啊，欺负人买煎饼，煎饼这怎么这个？煎饼摊啊，排队。嗯，该他了。啊、哦，到了，给我来个煎饼，俩鸡蛋。嚯！摊子，嗯，多放辣椒，放，摊得了，人家递给他啊，接过来，哪儿？摸钱呢？找钱呀、啊？俩鸡蛋多少钱？啊，那边五块。哦，那还找点钱了、啊？哎，我这零钱正摸着呢。啊，过来一位，一把抄走这煎饼，噔噔噔噔噔跑了，拿走了。这卖煎饼的都傻了。是啊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看。我欠你的，怎么意思？你哥们儿啊、哦，成天他妈抢我煎饼吃，嗨！再给我来一个吧，又要还要俩鸡蛋，哎，俩鸡蛋啊，还多放辣椒，哎，多放点，嗨，很得了，递给他啊，还是拿着啊，五块钱，哎，我记我有张五块，正掏着呢啊。噌，又抢走了，又拿走了。你够吃的吗？你嗨，一个不行，还俩呀？哦，你说这，哎，
我也真没法跟他急，挺好的关系，他那天出来再给我来一个吧。啊，哎，这卖煎饼的还乐了。那当然了，哎，你们都是玩，我倒卖仨煎饼，是不是？多好，看得了。刚一递过去啊，这拖着，这手刚一插兜里，这哥们又来了，噌又给拿跑，又抢了。再一再二没有再三的吧，是吧？我非追过去啊，站住！嘿，他追着走了，是。这卖煎饼的啊，看乐呢啊，这年轻人真有精，哎，也不嫌热，哎，别要。不是你等会儿，是仨煎饼钱没给呢。对呀、啊，都是俩鸡蛋的啊！不行，我得追去，亏大了这个。追去了，是他刚走，怎么样？又来一位啊，把他这煎饼车骑走了。哎，都偷好了。